的风驱散了我心中那无可奈何的情绪，变得潦草，房屋探到几捆茅草，那孩童过宽花几毫，估计借我几捆茅草，正品我口干舌燥，却奈何无可救药，但是为何我们落得如此困境，反复思量怎么收场，复杂的心情如同乌云一样的梦，细雨一样的落，寒风刺骨的黑夜如何度过，这难道是一种折磨，不敢如此生活，本应该那天下万千的学者可以开眼欢笑，相互讨教，这怒号就不听他们的咆哮，给我听好，读书的人本该是天下栋梁，兴国之量，我有着重这的心怀，穿着暴笑的情，错的真实到变成我战斗的武器，保天下太平，城市国际寒交迫，经历过天灾人祸，错的磨难都不会让我脑袋里的热血陨落，但哪怕笑话天下口气人大，他却那会越变成现实，不再是一句话，所以我整理好心情告诉他们内心的想法，读书人要以卑为鉴，对这一切保平天下，我相信安的广厦千万间终究不是神话，我叫伊利维健伊梦维马，我叫伊利维健伊梦维马，我叫伊利维健来用来实现我的梦，跌得不安的心情读书，为后人铺好道路，那一天总会到来，所以不能放弃，畏惧不能挂惧，直到回想完最后一句，希望会赏花烂漫，千古烟消云散，就算草木被蚀烂，我也死而无憾。医生，哎，他片子出来了，你看一下。好，我看一下。嗯。他没事了吧？没事，小伙子身体好着呢。啊，那我可以回家了。把手续办一下，随时都能走。啊，以后打篮球注意一点，别再让你女朋友担心了。啊，谢谢。啊，不谢不谢。嗯，那我们走了。哎，好，坐好。嗯。这样，我们先回宿舍把东西放下，半个小时之后在学校门口集合。行。那个果篮还有鲜花我们已经订好了，就在我们宿舍放着，那到时候我们先拿下来。行，可以，那我们在宿舍楼下等你。没问题，走吧。走走吧。咱们现在就回去吧。嗯，虚言说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其实没必要那么客气的，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嘛，毕竟是跟他们一起打篮球赛。好，那就回病房等他们。嗯。哎，等等，我也要去。哎，你不昨天去了吗？我发小男朋友不得紧跑着点吗？咱们赶紧上车吧，这车坐不下了。那，哎，那我怎么办啊？自己打车去吧，你师傅。我们赶时间。任之，我来帮你吧。哎，你坐下，你病人。没事的，我都已经好了。不行，请进。小裴，你都瘦了。哪有？嗨，学校。嗨，大家好。现在是不是好东西啊？师兄，祝你早日康复。哎呀，你们这么客气，倒让我不好意思了。师兄，我们几个代表我们班来看你，这是应该的。而且师兄，你这一次受伤是副导你故意冲撞的吧？啊，就是一个普通犯规而已嘛。对不起啊，司机本路来晚了。没事儿。我觉得咱们还是调查一下这件事情吧。你看打球打到医院里了，对不对？嗯。对。我同意。这件事情如果不调查清楚的话，恐怕以后没有人再敢跟我们班打友谊赛了。不是调查调查。小裴，你就安心照顾池若飞吧，别的事情有我们的，放心吧。嗯。谢谢你们，咱们之间说什么谢字啊？啊，那我们就先走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电话联系啊。电话联系。打电话，我送你们。好，谢谢啊。不用了吧？你们还没和好啊？
小裴，你赶紧回去吧。对，拜拜。谢谢你们，拜拜。别客气。那我也先走了。嗯，抱一下。嗯，你注意身体啊。嗯，我没事儿，倒是你刚刚方志远。我先走了，拜拜。真的认真了？我，天涯何处无芳草啊！还嘴硬呢，师兄啊，你看他。哎，我现在没事了，我来吧，你先安慰安慰他嘛，啊？哎，好吧。保安大哥，能麻烦调一下昨天的监控可以吗？你们这帮学生，有事没事就来调监控。要是冰华大学每个人都来这么一回，我一天什么都别想干了。喂，我们同学受伤了，这是意外伤害，以后走法律途径的话，这些监控都是证据，说的好像我们跟吃饱了撑的似的。好好好，我不说了。你能别跟着我行吗？谁跟着你了？我是为了我好朋友的男朋友来的，我也刚好想到监控室这事儿。要篮球场几号监控？几点到几点的？那个都要都要。你捣乱的吧？昨天的第三号场地靠北的两个摄像头啊，对对对，麻烦您了。好好好，你们把这个拷一下。拿去吧。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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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你怎么还跟着我呀、啊？我也是小组的一份子，我也想出一份力。你跟过来只会帮倒忙。这话让你说的，我是代表裴润之来做调查的，怎么能叫帮倒忙？两位久等了。哎，来，坐坐坐坐坐坐。哎，我是建筑班的薛岩，你好。哎，你好。你好。我薛志远，我是你，闭嘴。我们认识的。我让你闭嘴。行。你继续。王总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过来呢，主要是想您跟您聊一下那一天在……您稍等，薛同学，你还喝咖啡吗？哎，我可告诉你，我这里的咖啡那可是一级棒。您稍等、，Lisa， 帮我冲一杯卡布奇诺。我知道你不喝咖啡。薛小姐，请继续。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呢过来想找您了解一下那天在篮球场的事情。对，篮球场。哎，曼妮，我找你有事儿。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上课追，下课堵的，有你这么追求女孩子吗？我跟李曼妮说话跟你没关系，你走开行吗？再这样我可喊人了。曼妮，苏炳辉找我了。你要是有空，你给我打电话。这人可真讨厌。好的，王总，我大概了解了。同学，我这咖啡还可以吧？啊，很好，我很喜欢。喜欢就常来，啊。咖啡管够啊。好的，那。我们先走了，就不打扰了，不打扰。这就走了？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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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那，薛同学，不好意思，也没帮上什么忙。没有没有。以后常联系。好的，王总。感谢。一定要常联系啊！走走走，你先忙吧。
你说这，哎，我看呀，他们班就没一个明白人。包在我身上，我晚上再找他们一趟，做个深度调查。我就不信了。哎，小墩墩，别。方志远说你不肯加他微信，让我把这个给你，谢了。你这次可是给方志远虐得够呛啊！我哪有虐他，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好吗？嗯，反正呢，东西我已经带到了，徐大神探，你就慢慢好好谈案，我先睡了。嗯，晚安。为什么出了事儿之后一直躲着我呀？哎，你别那么小肚鸡肠嘛，我最近忙，你躲你干什么？所以你就是在利用我吗？利用我伤害池若飞，现在池若飞真出事儿了，你就过河拆桥，什么都不管。你先走。喂，你怎么不说话呀？喂，喂，雪岩，雪岩，你都录下来了。对，雪岩，我们也是几年的同学了，你把视频给我行吗？你不要交出去，你要交出去的话，我就完了。几年的同学我没有了解过你，你怎么可以听李曼妮的话做出这种事情呢？如果再严重一点，就是故意伤害的犯罪了，你知道吗？我那也是一时糊涂，我也很后悔的。你是后悔伤害了池若飞，还是后悔被我拍到了？雪岩，这个视频我一定会交给池若飞的，至于他交给校方或者不交，那是他的选择。你给我，傅道宁，你给我，你松开，你给我，傅道宁，给我好吗？求你，傅道宁，给我，你干什么？给我，雪岩，你给我，傅道宁，我，王志远，雪岩，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手没事吧？没事啊。你干什么？傅道，谁呢？傅道宁，傅道宁，走，你松开，傅道宁。傅大明，傅大明，你松开！方志远，傅大明，住手！你干嘛呢你啊？我急了，你干什么你啊？你放了你啊！没事吧？我出血了。志远，志远，怎么样？哪伤着了？啊！让我看看，让我看。给我擦！哎，快擦一擦！你俩怎么就打起来了？这英雄救美，我脱了。刚刚要不是因为他在，他废了。你是不是傻呀？手机根本不重要，我存了视频在云盘里了。你千万别想多了，我不是因为保护你吧，我是为了我们家任职的男朋友。他就是傻，赶紧送医务室吧。别走，来来来，走走走，慢慢点，慢点。啊啊！我这不会留下后遗症吧？会的，我这么一点小，没关系的，回去好好休息就可以了。好好好好好。喂，雪岩，有事吗？小白，我刚刚发了个视频给你，你和池若飞一起看一下吧。具体怎么处理，我就不管了。
我在一校医务室呢。啊，不是我，是方志远。放心吧，他有什么事情，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嗯。志远，志远，我想喝水，可可。师兄，你看，又是李曼妮，这次一定不能放过她了。还有辅导您，他是没有脑子吗？你就是在李曼妮让他干嘛他就干嘛，利用我伤害池若飞。别生气了，为他这种人，不值得。小裴，怎么是你啊？我是来道歉的。如果薛爷没有找到证据的话，你也不会来道歉吧？池若飞，我可以主动去找校方认错，我也会承担一切惩罚的后果，但是我希望你能放过李曼妮，不要追究，更不要告诉校方，因为她真的很优秀，她不能被记过呀，要不然被写进档案她就完了。李曼妮是成年人了，她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之前她几次三番的排挤我、针对我，我都可以原谅不计较，但这次她竟然伤害的是池若飞，再退让就是没有原则了。我早就知道了，我是当事人，之所以没有告诉任何人，就是想给你们一次机会，等你们主动来认错。原来你知道啊。任志，我现在挺好的，听我说，快毕业了，咱们没有必要计较，而且我一点都不疼。你怎么知道的？我当然知道了，这可是打球啊。这次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又住院了？啊，是因为我们学校篮球比赛，所以。又是因为你。这次你能不能注意点，别让你的粉丝们瞎想。任志，你去看看可乐吧，他估计已经憋坏了。坐。托尼，我打算毕业后不走了，留在国内。什么？我准备留下来创业。是，我理解你，你说的对。国内现在机会太多了，并且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儿。但是呢，你的父亲，你的家族会同意吗？我已经决定了。真的吗？
难道不是因为他？好，有一部分是因为他。我看你真是昏了头了。同学，你什么事啊？我是建筑系的傅道宁，这个是我的总统书。傅道宁同学，能告诉我你这次为什么这么做？还有没有其他同学参与？没有，是我自己记录施若飞。我想要赢比赛，我才下的黑手。这是我的个人行为，与其他同学无关。处理结果，你回去等通知吧。好，谢谢老师。去吧。哎呀，疼，装的还挺可怜的。哎，我觉得挺好。你还有没有良心了啊？这叫什么？这叫神助攻。助攻，我们建议我的方志远同志和薛岩女神，郎情妾意，藕断丝连。我跟薛岩是没可能了。哎呀，我说你别那么悲观，你得有点正能量。对呀。哦。你们过来看，过来看，傅道宁被通报批评。通报批评。看看看看这里这里，我估计啊，是学校考虑到他主动认错，再加上马上就要毕业了，所以就给记了个过。哎呀，他还一个人把事儿给扛了，这里曼妮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今天也是邪门了，大家都走了。知道吗？看看看看。我看见，我看见。咱们走吧，曼妮。曼妮。是真的吗？曼妮，等会儿我。你笑什么呀？我在敌后观山景，只见眼前乱纷纷，原来是妖怪现了形啊！叫风雨难测人难料啊！以前谁知道李曼妮是这种人啊？我可早把她看破了。可乐，可乐，你个小没良心的，看来只有我一个人在想你妈妈。可乐，爸爸要回学校找你妈妈了。
哎，你怎么来了呀？哎，你不是说来看秦俊有比赛跌份吗？你先别闹，那人是谁？他是这次比赛的最佳辩手。不是我说，你要是真喜欢薛岩的话，就把他再追回来啊。你要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对他的感情，你就离他远一点，别再伤害他了，还妨碍他寻找自己的幸福。我妨碍他？什么意思？那个男孩已经追了薛岩好几个月了，我问过跟他一个学院的同学，人家不抽烟不喝酒不去网吧不逛夜店的，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甚至都没有前女友。那也不如我。行了，走吧。嗯，走吧。雪岩在干嘛呢？回宿舍了。通知书，建筑学院傅道宁同学以及建筑学院李曼妮同学因涉嫌故意伤害本校研究生迟若飞一事。傅道宁，怎么了？是你和学校说的？我说什么了？上次那个事儿是你告诉学校的。李曼妮，你怎么想的？我管不着。哎，你曼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受了学校的处分，非要拖我下水。盼盼，你别听他们胡说。不是他，是我交给学校的。裴任之，李曼妮，上次的事情我没有追究你，没想到这次你竟然伤害迟若飞，那就怪不得我了。老师您好，我是建筑学院的学生裴任之，我有件东西想交给学校。什么东西？没有了，谢谢老师。你胡说什么呢？曼妮，原来真的是你做的。盼盼，你看我众叛亲离，你就开心了？这都是你自己做的，怪谁啊？傅道宁为了你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甚至得罪全班人，你怎么不替他想想呢？我不信。走吧，快上课了，跟他没什么好说。别在我面前秀恩爱。我秀什么啦？你看你笑得那么少。我发现你现在有点反人类呀。那怎么了？真不好意思，
我一会儿下课要去跟他吃饭。祝你幸福。谢谢。任志，真的很饿吗？啊，我太饿了，我们走吧。好，杰森，我有事儿找你。没事儿，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嗯，傅道宁他真的来找过你。我可以主动去找校方认错，我也可以接受任何惩罚的结果，但是我希望你能放过李曼妮。现在信了吧？曼妮，事到如今了，你要是还不悔改，就没有人会再支持你的。我们走吧。先生，想吃什么呀？在细软无声淡蓝色的回忆中起舞，留住你忽而向东时而往西凌乱的脚步，这一窗月会如水正游荡，那天边外的星星在跳荡，似一朵朦胧般的幻影，有两扇心房。你听那风儿轻轻微微诉说千万的借口，想留住他那眼中一抹浓浓金色的断秋，在悠悠潺潺弥漫的地方，谁不经意般模糊了方向，那遥远的天际线牵引着青春泪光。如果爱需要梦一场，就让它插上青春的翅膀，朝向那浩瀚无的天际线，在海阔天空自由的翱翔。如果爱需要梦一场，就让它穿上洁白的衣裳，在那条通往云端的天际线，溅起着青春的影像。